本片由金刚直播平台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佑哥。这一场是我们体验服的最新角色伯顿，他看起来有点像是佩纳的爸爸，佩纳家族的，就是有一点人马造型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这只角色啦，可以留言在底下。佑哥是觉得说这个绿色，我整只都是绿色的，而且连头连帽子都是绿色的，这个真的有人会喜欢吗？他连在拿那什么武器，哇，有点看不懂哎。那他是拿什么东西啊？哇，真的是我只看得都出来说他是一个人马。那我大概讲解一下他的技能组。他的被动呢，就是会依照等级去增加你的额外增加你的物理防御，所以他这一支可以说是非常坦的角色。那接下来就是他的先说二技能，现在看到的一直棒棒棒，那个是一个范围的持续伤害。那个伤害我觉得还蛮高的，所以我主点的是二技能。那接下来就是说到一技能啊，一技能就是往前冲刺。当你在冲刺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撞到对方的英雄的话，他会被你挑飞到你的身后。这一招很厉害哦，我觉得伯顿他的一二技我就是觉得很厉害。二技他的伤害值很够，而且是范围的，而且会缓速。一技呢则是那个挑飞，又是一个位移技能，哎，这个挑飞在一个范围性的伤害以及缓速，这两招技能我觉得他真的很猛。外加上呢，他的被动是额外增加物理防御，这个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坦克。哇，就是要坦啊，这边哎直接带走，而且伤害值很够哦，他不止坦，伤害也够。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他的大招啦，大招就是指定一个范围，然后你放出去之后会延迟飞过去，然后呢，你触发之后会把对方埋在土里，埋到土里的意思说它是一个无敌状态，你打不了它，它也完全不能做一个任何的操作以及移动。这边被两个人围殴，先放一个一技能，先把林地埋在土里面，它完全不可能动弹。当它长出来的时候，再用我们的一技能直接 bang 把它挑到身后，直接带走。这就是伯顿的基本上的玩法，非常的凶悍啊，而且伤害值又很够，这边有点可惜了，龙马残血。那我们现在状态也不是太好，那就选择撤退咯。接下来就是装备的部分啊，因为佑哥对这些角色也不是说到很熟悉，所以佑哥就不把他的装备以及奥义放在左下角了。但是呢，我觉得火甲是他的一个核心装备，因为他本身二技能就是一个缓速，然后范围性这样持续伤害，像烧一样。搭配了火甲，这个可以说是烧烧流啦，这比双烧流还要更进阶啊，烧烧流。好的，这边再回到我们 的这个上路，那我们佩纳点一下蓝区注意，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所以挑飞往后再开一个二技能，这时候火甲已经出了哦，我们现在伤害值很高很高，但是没办法。那这个女超人感觉就是一直在诱惑我们呢，一直在诱惑我们往前的感觉。没想到是右边有人在吃哥布林，结果不只是一个龙马，还来了一只夜叉，有点吓到我啦，吓到我吃脚脚了，快跑快跑！开个技能 ，OK， 没有被龙马戳到。那我们这边再往我们塔下移动，这时候我们队友发出了一个集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懂了，就是往前换我们去诱惑对方。好的，这边夜叉果然开一个大招，挑飞，开个二技能。果断直接带掉了夜叉，那对方支援也到，当然我们支援也是不遑多让啊。那伯顿基本上就是这么的狂，他技能组就一技能加二技能，这个伤害值我觉得很够啊，尤其是那个挑飞有没有？哇，本身附带了位移又附带了挑飞，那伯顿的话，你可能会说他适合走边线吗？我觉得他反而更适合走一个辅助路线，他不需要太多的经济，他本身他的被动额外会附带他的物理防御，当然他是用额外趴数去附带的，所以你的本身基础的物理防御值越高的话，他会增加的越多，最多是会增加到 22% 哦。那我这一场呢，到最后我会给大家看我的物理防御值是多少，那就一起期待，非常的精彩。这边挑飞，再开一个大招，直接把你埋在土里面，看你跑去哪。
那这个埋在土里面呢，也是会造成一些许的伤害，但是它最主要是在团控的方面。道鱼等一下中后期的时候，也可以展示给你们看它的团控是多么厉害。哇，我后面基本上是一次埋，就是埋四个人在土底下，那个是很夸张的，就跟种萝卜，种完之后你再把那个萝卜拔起来，这个相当有效果的。那队友都蹲在旁边往前冲，没有冲到，有点可惜啊。这时候兵线近了，我们去拆塔吧，不要去理那个女超人了。女超人是完全不敢向前啊。那这边哦，夜叉来了，开一个大招。那我们佩纳也是马上开一个大招，感觉对方是有一点小冲动了。那这时候佩纳真的很好用，刚好的是，佩纳，你的爸爸就在这边啊，就是我波顿。你的爸爸，而且刚好两边都有佩纳，没想到这体验服佩纳是这么夯的一个角色啊，连他的爸爸都出来了。好的，这边来到了中路，不过中路感觉不行啊，放个大招再把他挑飞，感觉那个大招是有点脱裤子放屁啊，有点白放了。那这边我们刀锋已经来了，可是我的血量只有半条，真的不适合塔杀、啊，兄弟们不要逼着我进去啊。那我发现到体验服的防御塔的伤害似乎有改高的感觉，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刀锋又被这个夜叉给盯上了，看来这个夜叉真的很喜欢我们家的刀锋宝贝，但这边完全不行啊，对方的配合啊，还有他们的伤害值都比我们高太多了。那我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我就要去冲一波，再开一个二技能。这边可不可以带掉女超人呢？就看这一集。OK， 没有办法，我们先行撤退咯。那这边再跟大家宣传一下，在金刚直播有非常多传说对决实况组，有空闲的话可以去那边看一下。那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九等的时候，我的物理防御值就有1000多咯，物理防御1000多，其实这是很扯的哦。因为正常的坦克来说，他到大后期出到满装，他的物理防御值也才大概1200、1300，但是我身为一个伯顿九等，就有1000多的物理防御，你说这夸不夸张？这很夸张啦！那上路这一坨兵线都是我的钱，钱赚钱比较重要。这边开个大招，先把林地埋在土里面，因为林地那个伤害值实在太高了。所以马上有一技能逃跑 ，OK， 哪招被拉过去？被拉过去，开个不，哦，我有点吓到我，我刚刚已经在吃我的脚啦，有点说话不清楚，有点吓到我。但是呢，他的大招真的是可以配合多样性的玩法，例如呢，我们今天在开一个会战，我们可以选择用大招把对方的前排坦克都直接埋在土里面，直接去抓对方的后排，这个也是一个玩法。所以我说这个玩法厉害了吧？这不单单只是把人家埋到土里面了，而是说你可以透过埋到土里面，把对方坦克啊，每次都扛到最前面。那扛到最前面，就把埋在土里面，直接抓后排。我觉得伯顿的技能组真的很夸张啊！但是呢，唯有自己玩过伯顿，你才会知道说他的大招其实要命中，还是需要去预判一下走位，甚至说去练过的，不是你随便放个大招都可以命中的，因为它是有延迟触发的，所以这一点绝对要小心。可是你知道命中真的很狂，这边可以看一下我的大招，一个放下去，把对方四个人都埋在土里面，再用一技能直接把三个人往后挑飞，再开一个二技能，这个连环 CC 控，我真的觉得伯顿他不只是很硬，他的技能组真的太超过了。那有看到这一部影片的你们有福了，基本上我的影片呢像上一部那个闪电侠，我都会把我一整套使用技能的流程跟你们讲。那伯顿的话，我的流程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不过这只角色就有那么一点无脑啦，就是有技能就放，当然要预判一下走位。所以我说这只角色如果搭配了一个战术的话，再打五打五排位，我觉得这只它可以运用的很好。当然他的技能也有可能会被躲掉，可是呢，如果他当一个辅助，甚至说他打一个边线，都有不错的扛伤能力。就算我们被好几只围殴，但是他依旧能利用他的一个大招，把四个人直接埋在土里面，剩下一个女超人，我马上逃跑。再或者是说，当我们在打团战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先把一些人先埋在土里面，
那这时候我们是有五个人，那假设说我们埋掉对方两个人好了，我们就会变成是五打三的节奏。五打三，哇，这个随便打你都可以秒杀对方三只角色吧，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多打少的一个形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博的这个大招真的太扯了，很强哦。虽然这个大招对我们来说，或许你会觉得说啊，他就是把人家埋起来，而且你还不能打他，你错了。这个配合战术来说很不错。这边再度的被三个人进行一个围殴，不过我们很硬很坦，等到我们队友来支援的时候进行一波夹击。那这边我开个大招，把这个女超人埋在土里面。可是这边我就有点贪心啊，想要去杀那个女超人，不然我刚才是直接跑是走得掉的啊，不会完全不会死这个欸。我刚刚是一个蛋欸，现在已经破蛋变成一根棒棒糖啦。这个我觉得不行，刚那个我有点是一个膨胀形态，贪心啊。那这来到了下路，想说先吃一个红 buff， 看到我们家红 buff 没有人吃，就有点心里有点疙瘩，就浪费，不如就我们吃掉吧。看到队友在对方野区打了起来，等等我马上到。那我佑哥在最近呢有想到说伯顿适不适合打野，然后来想想伯顿打野速度似乎慢了一点点，你看我们现在的二技能点满了，再打一只野怪一个狼用的时间还这么的久，所以我觉得他在打野的速度上面呢有待加强，而且我们现在是有出火甲的哦，打野速度不算快，算是偏慢一点点，中慢。再来推一下兵线，毕竟我们这一场是走一个边线的角色啊。那我们队友说他今天顶不错的，他到底是谁呢？我们马上赶过去就知道。那我赶快赶过去，我们的队友有点撑不住啊，但是看到我们中路兵线又有点压在后面，先帮我们的兔子开个大招。不过哎，人呢？狼呢？跑去哪里？先往前冲一下，有，再开个技能，遇到一个女超人。那女超人应该是跑得掉吧，除非被我们的兔子插到。那这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上路是有林地的哦，哎呦，我们兔子居然是插中了女超人，很棒很棒，应该是可以来拆塔的，马上把塔给拆掉。那这一场其实我觉得打得很刺激啦，双方你来我往的。那身为一个伯顿来说，我拆塔能力就比较低落一点点。那等一下我出满装的时候会给你们看我的防御系数，我的防御力到底最高可以达到多少。而且我现在不是说全部都是出物理防御的装备，而是说有添加了仙灵吊坠，有魔防的哦。先把夜叉抓过来打再说，痛打一顿，这个就是伯顿好玩的地方。今天只要看对面谁不爽啊，直接冲过去把他抓过来，那队友直接把他围剿围殴，盖布袋，看你多会。这边再把女超人给抓过来，但是呢我们这个一个缺点就是完全打不进去啊。那其实我玩到最后我发现说这一场哦，我们双方都会有一个队友挂机，就是钟离。那我们兵线似乎又被清光光了，这个就是女超人强势的地方，虽然她最后是死了，可是呢她技能呢成功的把我们的兵线全部都清光光。那在没有兵线的情况下，我有发现到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的体验服防御塔跟主堡它的攻击伤害都被调得很高，就变成说你要扛塔去拆的话是非常有难度的。这一波我们似乎是被反打一波啊，因为我们刚刚队友呢扛太多下主堡，导致说完全没办法，我们直接把对方五个人都埋到土里面，那马上逃跑。那我故意是走这条路，我不想跟兔子走同一条路，这样子我会被拖下水啊。这一波有点被反打的 feel 啊，因为队友扛的这个主堡太多下，那看到上路这一整坨兵线，这个一定要先清，你不先清的话，对方拆完中路一下就转到上路，我们上路就爆了。虽然我这边走掉一座高地，不过还算是合理的一个情况。埋到土里面 ，OK， 再进行一个围殴。我围殴你。那这时候看到我们的中路队友都复活了哦。目前呢、啊，对方最快的应该要30几秒，
那队友选择了吃凯撒，好，吃凯撒没有问题，吃凯撒我们多了这个机会。不过吃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夜叉成功拖住我们队友很多时间，我根本不太想要理那个夜叉。那这边来看一下我的防御力2273，对方女超人只有1300，这个、防御力足足多了大概900多，将近1000哦，所以是将近一倍哎，这个。伯顿的这个防御系数真的太高了，而且说血量哇，我们也超多格有12000的血量，所以我觉得伯顿呢是一个又坦伤害又够、控制力又强的辅。我抱歉抱歉，我觉得他太适合当辅助了，走边线也是可以啦。不过说他走边线，我觉得女超人反而是比他好一点点。那这边刀锋收下了女超人，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我们剩下一台小炮车，没有机会可以推塔，但是插中了一个冲撞，没有冲撞到任何的人。哇，这一场真的是越打越久啊！这个兵线，哎、欸、有超级小兵进去了，可是就看我们的兔子能不能推到塔。并没有希望，这一波真的打得太刺激了。刀锋直接切了进去，并没有收掉任何人，反而自己先被收掉，因为这个版本珠宝打得太痛了。这边往回收，这边开一个大招，先帮队友延迟一下。两个人被我埋进去，哦，成功收头。那这一波，哎呦，有，我们的佩纳帮我们开了一个治愈，下一波兵线也进来了。有没有希望可以再次的进去呢？有，但是我没有冲撞到，没有办法把这个林地直接拖过来盖布袋。哇，这一波会让我们有点伤啊，有点伤，不要全死，我帮忙扛时间，女超人冲过来，再一个斩杀，直接把我带走。剩下一个艾瑞成功，应该是可以帮我们撑住很多时间啊，因为艾瑞他真的是也是蛮硬的。不过艾瑞呢，虽然他硬归硬哦，他比较怕瞬间输出很高的这个角色。那对方就这样子打了过来，我也复活了。这一波会战似乎这一场还会打很久。这时候我们五个人都集结到中路，似乎中路可以打一波。左边是有夜叉的，夜叉这个时候还有佩纳先冲出来，哇，这是一个走位失误啊。那对方也一拥而上，对方资源输入也很快，但是我们刀锋完全杀了起来，这根本就是杀了红眼啊，刀锋成功击杀龙马，这时候对方一撑不住，因为我们五个人都存活着，剩下一个我们的小佩纳也还存活着，他是一个残血。最后呢，我们就带领着这个兵线直接冲向了主堡，这一场真的是太刺激了。那我刚刚满血呢，只顶多扛了珠宝大概2-3下而已，就瞬间残血了。我觉得这个版本的珠宝跟防御塔真的伤害系数有改高哦。那这个就是佩纳的爸爸伯顿的实战解说。那这一场就到这边结束咯，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点个大大的喜欢。我是佑哥，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拜拜。金刚直播平台是传说对决实况组第一指定的直播平台，同时也是 LMS 赛事指定直播平台，重磅上线啦！